不是，干啥？我不怕你一个人睡不着吗？你把灯开开再说话行？你这黑咕隆咚这是干啥呀？这是啊。那个大脚啊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做点饭去。哎呀，做啥做呀？我这看见你，我啥也吃不下去了。你说你在这待着干啥呀你？你这不有病了吗？我寻思我关心关心你，是吧？不用你关心吗？你说我怎么这么说话？不是，你说这天都黑成啥样了啊？你这在这待一天了，你还不走？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要啊？我不害怕你一个人孤单寂寞睡不着吗？我寻思这是有病了，然后我陪陪你。你这咋不领情呢？我不用你陪，你能不能赶紧走？你说这让长贵看见你是啥事儿？我怎么说我？你长贵来来呗，再说能有那么巧的事吗？对不对？不是巧，别人听着也不好啊。你这什么事儿啊？我呀？不是。寡妇失忆，你说你这是干啥呢？你刘哥，你这就是给我找麻烦，你知道不？婶儿，你看，香秀来了，香秀来，长贵就在跟着来。你说，婶儿，我开门了，婶儿来呗，那怕啥的？这咱俩也没啥事儿。大晚上的门关着啊，进来一看，咱俩在屋呢。你说那啥事儿，谁能信呢？啊，不是你这一。多么友善友谊，过来看病了，长贵进来。你可别在这跟我扯了，长贵要是误会了，我一千张嘴我也说不清。那怎么整啊？找地方躲躲呀，躲柜里行不？那能行吗？那能进去吗？能进去，一缩一缩就进去了。啊，快点，行吗？行。挺住啊！别出来，挺住啊！婶儿，你咋才开门呢？我睡觉呢。人叫他睡太迟了，敲走半天门了都。啥事儿啊？你好点呗。好不好不用你管。婶儿，这是我爹特意从城里给你买的补品。行，我收下了，你走吧。嗯。哎，别的婶儿，我再给你打一瓶吧。我不打了啊，大半夜咱回去睡觉吧。你回去睡觉去吧。你打针干啥呢？那是那。我不打呢，我有病，我难受呢，我想睡觉还不行吗？那你不打针，我买回家你还不能不欢迎吗？不卖。婶儿，我爹特意给你道歉来了。道啥道啊？明天再说行不？你回去睡觉去吧，行不？道歉，那是我把我自个儿东西拿回去行不行？拿吧。信你的事儿。哎，长贵，你干啥呀你？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别，孩子，你别在我这儿行不行？孩子，你回去行不行？不是你今儿咋老撵上？不是你说你在这儿干啥呀？你回家睡觉去行不？不是你也坐着呗。我不坐。不是你，我在这儿蹲着。有病了，再打针呗。我不打针呢，我难受，我想回家睡觉呢。你说我能挺住还不行吗？你挺着干啥？咱也不差钱。你说这。孩子都来了，你说你这老这我不听我咋整啊？我现在就得挺住啊！来，我不就是不想打针呢、啊？把针打了，来让婶儿，俺打针吧，婶儿。我不打。爹有动静，我啊，我。挺住，我这那里面的卫生球那味儿太严重了。我不让你挺住吗？你说你咋能挺不住呢你？这不，你不信你站里顶顶。婶儿，这咋回事啊？秀儿，看爹。爹。你不得把事说明白吗？回家。成哥，你干啥呢？你给孩子吓着了。成哥，你干啥呀？啥事都没有。成哥，你干啥呀？成哥，你干啥？成哥。你那不好，我走。长贵，你别走。我不让你走。我还是留的病，我。我跟你说一遍啊，我有病了，对不？我在那儿打点滴，然后刘助理就过来照顾我来了。我跟他说：“我说你走吧，我要睡一觉，然后让他帮我把门带上。”结果我一觉醒来，我才发现。他把门划上了，他压根就没走，我也吓了一跳。我寻思让他赶紧走，结果你又给来了。我怕你误会呀、啊，我怕你，我就让他给躲到柜子里了。
别的事儿，长贵。我跟你说，确实没有别的事儿。大脚生病了，身为朋友，我过来关心关心他。再一个，现在你俩也没啥关系，我们俩也没啥关系，就差有啥关系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做的也比你优秀。大脚生病了都不在身边，你算个男人吗？我跟你说，大脚，你让我上房我上房，让我揭瓦我揭瓦。谁让你上房揭瓦了？你能不能别在那块添乱了？不是我，月兰，都说完了是不？说完了，可以走了哈。长贵儿，我长贵儿，我跟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说咱俩有没有啥事儿？你最清楚。我跟别人就更不可能了，长贵儿，我今天我最终发誓，我要是有什么不好的，我明天出门我让车压死，都别我灭啊，长贵儿！你俩演完了是吧？那鼓掌吧，演完了，谢谢。